全世界祝福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。我们现在看到有气象，我们送别2020，还是有雾啊。这是我们的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让带领的世界，让希望拥抱未来，金色世界景色亮相着台湾灿烂的文明和多元包容。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个篇章，我们向防疫英雄致敬，全民齐心用怎样。白色的衣服代表辛苦的医护人员，内蕴红色性色调代表英雄们的热情热血和爱心，谢谢你们。向前行，台湾 Hotel 360度立体特效轮状烟火放台相后，象征台湾携手世界串联资源，圆满合作，全球一家 ，We are the world， Tomorrow will be fine。现行的烟火交错喷发，代表我们对环境的友善爱护，橘红色呢也代表生命的萌芽。从不好的事情都随着心里的烟火释放开来，再见了2020。现在我们进入到最终章，精彩台湾，无限可能，爱与希望向前行。璀璨的烟火，大面积多面向，从台北101独立齐发，发向全世界，发到你我的心里，爱与希望的绽放。2021台湾，乡里的目标，大家加油，做对用这一点。等一下，我请他吧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没了，没了，然后最终谢谢。